旅遊觀光嗰方面咧，由於港珠大橋係一個好世紀嘅基建項目，英國《衛報》被譽為本世紀嘅七大基建奇蹟。最近我聽啲旅行社裏面咧，收傳嗰方面都非常之熱烈，因為大家都好想感受一個首航日嗰個興奮啊！聽講話好多都爆滿，旅行團嚟講由開大橋開始設。到去年底咧，就每日有60个团噶啦，一桥游通中港澳，系平日1至5喎，日日都系满嘅。旅行团咧就系一次过可以由珠海嗰边入去啦，跟住珠海到澳门里边咧，只系一个200米嘅距离嘅啫，可以行过去澳门嘅。因为而家好多旅行团都系喺关口解散啦，将来嘅旅行团好多都会喺澳门解散啦。因为香港去珠海口岸咧，每日有350个班次，好处咧就系班次咧系15分钟一班车，咁所以过关嗰度咧基本上唔需要等埋底等齐人过关嘅，随到随走，好似皇岗穿梭巴士一样啦。澳门嗰边咧就我哋集中咗喺。有主要全香港三個點嘅，第一個咧尖沙咀元芳啦，第二個點咧就係太子嘅上海街，同珠海一樣嘅，第三就係喺觀塘嘅。澳門嘅班次少，所以集中咗喺三個點嘅。香港去澳門咧，由於澳門嘅面積嘅問題咧，一日裏面可能有龐大嘅班次咧，會影響到個澳門嘅交通。50个班次咧，就大概每日只係可以夾埋5000人嘅啫，即係非常之緊張啊！我舉個例子啦，即係而家坐船每天咧。大概是68000人每一日去澳门，5000人咧占个比例真系好少。我好相信班次越多咧，个票价有下调空间嘅。